益兆集团及骏和合作发展的旺角豉油街63号新盘骏会开价。首批单位70伙，实用面积152至228方尺，提供最高 10% 折扣，折实平均尺价24179元，折实入场价约338.8万元，有机会年底前开售。首批单位折实价介乎338.8万至595.6万元，折实尺价21881至26956元，入场单位为5楼D室，面积152方尺，定价376.4万元，尺价24763元，折实价338.8万元，尺价22289元。以折实尺价最低的单位5楼 F 单位，实用面积193方尺计算，折实价422.3万元，折实尺价21881元。益兆集团控股副总裁林浩指，定价参考同区附近新盘，同时视乎市场反应及其他因素，如内地与港通关及经济复苏等而合理定价。形容是次开价为都会生活价，对销情有信心。骏和物业发展控股总经理陈建强表示，同步开放3个示范单位及开始收票，并视乎入票情况最快年底前推售。骏会位于旺角豉油街63号，提供120伙，面积介乎152至228方尺，全属开放式间隔，预计关键日期为2024年3月底。值得留意的是，其中一个经改动年装修示范单位，以18楼 A 室为蓝本，面积属最大的228方尺，采开放式间隔，其冷气机平台、连露台及工作平台面积占近40方尺，原是用作放置洗衣机，发展商却设置一个日式风吕，位于屯门的龙床盘清骏，原由骏和发展与益兆合作发展，但当时发展商在介绍会上，因为一句紫禁城禁大，皇帝都是瞓一张床来比喻该盘的空间大小，成为市场热话。其后该盘展由佳源国际及星域集团持有，项目于2019年入伙。